赵郎，你看这花开得多好看啊。是。一会儿咱们吃完早茶去干嘛？去骑马还是东调？一会儿卑职还有公务要处理，就不能陪公主游玩了。公务？国君要我运盐去燕国，下午就要启程。燕国？那我们岂不是很久都见不到了？燕国距离咱们很近，三天以后我便回来向公主请安。不如我去跟父皇请旨，我陪你去吧。这恐怕不好吧。你不想我陪你去啊？去燕国的路程颠簸，公主千金之躯。算了，你去忙吧。国君伯伯信任我们，将牧盐树林交由我长乐王府打理。这些盐都是产自这些树上吗？没错，这地上也会有。这盐虽然说大部分都是来自海盐提炼，但工序复杂。牧盐树野盐是我浮鱼的特色，也是我浮鱼在这世道上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更是利国利民的福祉。郡主，金盐已经准备好，一会儿赵将军便会送往燕国了。见过郡主。将军有礼，盐已经准备妥当，我已命人往盐车上加了覆盖物，可防止雪水化盐。运盐一事事关重大，还请将军一路小心。郡主有心了，卑职现在就出发。准备启程。将军，将军不好了，公主不见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今日公主见过赵将军，知道您下午就要启程，担心将军路上吃不到家乡的点心，非要亲手准备鱼酥。我们虽是跟着，但还是没看住，只在湖边发现了公主的鞋子。当真？这样的事奴婢怎敢说谎？现在宫里都在寻找公主的下落，陛下已经知道了，还派出了御林军一起帮忙。将军，广德公主下落不明，但我身有军务，不能随意离开，郡主可否？这件事情交给我，你先去运盐。运盐抵盐快马两日可到，我便等到日落前。你在此处安心等候，我现在进宫，如果有消息立刻通知你。那就有劳郡主了。走。郡主，我陪你一起找，也许快一些。你们看到公主了吗？没有啊。去那边看看。公主，公主，赵罗，公主，赵罗，没有。走，快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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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。广德，你快出来！广德公主，广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广德公主戒心也太大了，这么点小事也玩失踪。不会，虽然她任性骄纵了些，但不会这么没有分寸。我听宫里的侍女说，她要给赵将军做鱼酥，会不会去御膳房了？如果真的在御膳房的话，不会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我知道了。Thank you.
你还真的在这里啊？长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宫中上下都找不到你，我听说你想做鱼酥，便猜你会不会来这里。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担心死你了？我怕我去御膳房，那些御厨就又帮我做了，所以我就来我们儿时过家家的小厨房。那湖边的鞋子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以为你溺水了。啊？鞋子？什么鞋子啊？可能是我刚才捞鱼的时候，我怕他们死掉，我太着急了，就掉了。你快跟我去见国君伯伯，宫中上下找你都找翻天了，赵将军为了你，连运盐都耽误了。哦，好。你要不要先尝尝我这个鱼酥，超级好吃。来，好嘛，不想吃就算了。给我。给你准备的鞋子，谢谢。鞋都掉了，还在这炸鱼酥，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要我说呀，广德公主不见了，最开心的就是长生郡主了，还假模假式的装姐妹情深，整个皇宫谁不知道他俩不对付？就是，他们之前还一起追赵将军。如果公主真的出意外，郡主就可以嫁给赵将军了，最开心的就是他吧。郡主想嫁也得赵将军敢娶。大胆，胆敢议论郡主！公主，来人，掌嘴！对了，没人你们自己找。算了，咱们面圣要紧，没必要跟他们置气。你们记住了，我和长生怎么样是我们的事，胆敢有人在乱嚼舌根，我就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是。咱们走。皇叔别急，已经派人去找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哎呀，众多儿女里，寡人最爱的就是这个女儿，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也就不活了。爱女之心，臣弟也可感同身受啊，皇兄。哎，国君啊，公主找到了。爹爹。哎呦，你这个臭孩子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都怪你嘛，你让赵郎去御盐的。我这不是怕他想念我的鱼酥嘛，所以。赵郎，赵怀璧。玉芝。哎，好啊，好好好。我去告诉赵郎一声，我怕他着急，还有鱼酥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他不是去御盐了吗？他。是，赵将军已经在去御盐的路上，我怕是来不及了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啊，等他回来之后，要不要寡人给他赐婚呀？哎呀，爹爹！启禀国君，天降大雪，通燕大桥被压断了。哎呀，那可是我们通往燕国的必经之路啊！幸亏赵怀璧走得早，估计是已经过了断桥了。哎呀，多悬呀，差点影响了盐运之事。陛下，长生还要回木岩树林访雪，先行告退了。我也去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刚才为什么要阻止我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不走了。这人多眼杂，我已经让赵将军在木岩树林等着了，你若不想他获罪，便随我来。你等等我。赵郎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鱼酥，你快尝尝，可能有些凉了，不过味道还不错。你失踪就为这个？对啊，你上次不是说想吃鱼酥吗？我怕你这一去要太久，会想念家乡的味道。你快尝尝，看合不合你胃口。广德，你这次可是捅了大娄子了。我就做个鱼酥，怎么就捅大娄子了？你也太小题大做了。换做以往运盐，星夜上路，两日或许赶得上。如今雪压断了桥，三天的路程根本完不成。你可知道，耽误了这运盐，
赵将军后果如何。大不了我去求父皇就是了。你以为国君伯伯会因为你几句软话而法外开恩吗？耽误盐运贸易可是要杀头的重罪。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，只能想办法让盐能及时送到。送不到又能怎样，大不了不当将军了，反正驸马也不能在朝为官，赵将军卸甲也是迟早的事情。赵某一生带兵只愿驰骋疆场保家卫国，若真如此还不如把我赐死。你这话的意思，你不想当驸马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咱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先度过眼前这关再说吧。刻不容缓，郡主我就先走了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容我一夜，我再仔细想想对策。多谢郡主了。于苏，长生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广德，我先派人送你回宫，回宫之后你切记要守口如瓶。那你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，无论什么时辰你都派人来宫里找我，我随叫随到。公子真是天助我们。此话怎讲，公子可知扶余与燕国因盐运贸易达成邦交，一旦盐运出现纰漏，双方也会生出间隙。扶余向来是以盐与诸国处理关系，我们只需推波助澜，到时诸国必定会与扶余产生裂痕，届时我大汤可一举拿下扶余。好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哦，是。郡主还不休息？爷，我正在看地图。可是为了赵将军运盐一事？看来郡主还是信不过在下呀。你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你可以为我保密吗？如果这只是燕国与扶余之间的事情倒也还好，但事关扶余立足之本，如果真的在盐上面出了问题，那我长乐王府必定首当其冲，难辞其咎。这么严重郡主还敢告诉我？你这么聪明，若真有心定能知道。我跟你明说，或许你能看在我们这几日交情的份上帮我保密。郡主直言快语，我定帮郡主保守秘密。多谢。郡主，使臣大人。怎么了？赵将军派人来问，可想出法子了？容我片刻，今晚我定能想出法子。是。依安，我不能陪你闲聊了，我得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。在下告辞。
郡主一夜未合眼，喝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谢谢爷。郡主，慕言树林那边传来消息，说赵将军来取盐了。什么？走，咱们去慕言树林。哎，你去了又有何用？我未想出解决办法，平白耽误赵将军一夜时间，我总要在他走之前与他见一面。坐下，你在家休息吧，我去解决。你？你信我吗？我并非不信你，只是此事牵连过大，我……你可是想出了解决办法，咱们一起商量一下。我知道，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你定是不能安心。燕国在扶余的下游，一般走陆路需要3天时间，那如果走水路呢？这点我怎会不知？只是平素担心盐遇水则化，恐出意外，就算如今肯冒险，但水已经结冰了，我派人问过了，冰块结实，根本无法凿冰开路，如何行船啊？等等，郡主可是想到什么了？冰块结实，咱们可以步行船划过去。对，我计算过坡度和风向，只需要在盐车下装上冰刀，上面再挂上风帆，不消两日便可抵达燕国。爷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谢谢你，从今以后我一定相信你。锦言，准备一下，咱们走。长生，郡主。忙了一夜没睡，赶紧休息吧。好吧。锦言，记住刚才使臣大人说的法子了吗？郡主放心，一字不落。我让有勇有谋跟你一起去，一起做出风帆冰车，帮赵将军运盐。是。我别说话，躺着。对了，得派人去通知广德。哎呀，现在已经无事了，让广德公主长长记性，担心便可。这样不好吧？睡觉。大人，您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累着了。别拦着，说。我想不明白，大人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抓住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帮扶余那边出主意啊？有谋，你怎么看？大人心思缜密，岂是我等能乱猜的？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大人，就算您罚我，我也要说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长生郡主了？有勇，女色误事啊，大人。我问你们，如果这次运盐出了问题，扶余真的成为我们的隶属，我们与诸国的邦交贸易是不是需要重新梳理？这，大人您真这么想？
圣旨未下之前，郡主还是自由身。想来能拯救我的，只有这老天爷了。若是他肯替我改命，或许我还有希望。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糊里糊涂的，纵使身处皇家，但在嫁人这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上却几经磨难，所以啊，还是糊涂些好。依安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你干什么？依安，好剑法。怎么穿着单衣就出来了？睡了一觉，有些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别着凉了。不用了，我身体好得很。啊！你看，着凉了吧？好了。依安。嗯。今天谢谢你。道谢的话就不必再说了。不知道赵将军那边是否顺利？应该快到了吧。我已经派谨言慎行通知广德了，他应该也放心了吧。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别人啊，也为自己想想。为自己？对啊。我不想去和亲，你能答应吗？能不能说点实际的？那就想想如何在此之前把自己嫁出去吧。郡主。嗯。郡主已经通知广德公主了，她要我多谢你呢。难得她会跟我道谢。大人。见过郡主。郡主。游泳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刚刚说了她几句。闹脾气呢。嗯。对了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出去逛逛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好好招待过你们。今晚我做东，我们出去逛逛吧。你刚刚着凉了，回屋歇着吧。我都歇了一天了，睡不着。今天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该谢谢你们的。那。走吧。谨言慎行，游泳有吗？一起吧。嗯，好嘞。郡、主，我们回去加件衣服吧。好。哎，老板，来一份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哎，好，谢谢老板。慢走啊。哎，那边还有呢，走走走，去看看。哎，南瓜糖，看看。这是扶余的南瓜糖。想吃吗？郡主喜欢。嗯，这个呀比蜜饯、麦芽糖都来得不那么腻，还弹牙。以前我总买来吃，你要不要尝尝？说不定你也会喜欢。男子怎么会喜欢吃糖？装什么？还不好意思了。你别误会，我不喜欢吃糖，我只是享受做糖的过程。嗯。给。你看。
自己都要小心。嗯。说天气，大伙儿来听听，天有白昼和星辰啊，虽然白昼催人老，早结姻缘他不担心。说地气，心想，大伙儿，咱们出去玩雪吧，走，走，我也去，走。浮鱼经常下雪的，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。我今天也很开心。大唐也经常下雪吗？大唐地处南方，下雪自然是少见的。怎么，郡主开始犹豫了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又何须多言呢？不如放下各自的目的，享受当下的美好吧。游泳。长生，我们也一起出去玩玩雪吧。嗯。哎，你打我！哇！公子，你也来啊！好大的雪啊！一等摇曳花映间。回眸惊鸿一面，轻敌过万里千言。公子，你也来啊！一次相思萦绕心间，现如青丝满天，心有千千结。一定是昨晚受了风寒，这么烫，姐，快去找大夫来。啊，不行，今日还要去贤贵妃那儿受训。快为我梳洗打扮，小姐，快些休息吧。使臣大人知道你不愿意人前示弱，已经在贤贵妃那儿以接待为由跟你告了假了。呀，嗯，使臣大人智勇双全，如果秦王也似他这般，我觉得和亲也没什么。秦王殿下比我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真的？吃药了。呀，我不想吃药。生病了，必然要吃药。有点苦，快去拿蜜饯来。不可，良药苦口方能医心，这样同样的错误，你就不会再犯。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刚休养的好一些，易安的药自己灵了，我已经好了大半了。总待在屋子里，没病也会闷出病的。我这刚熬好的新药，你赶紧趁热喝了吧。烫伤了？啊，没事，小伤。你等一下。这是杀人灭口的毒药，依安可要试试？试试。Thank you.
赵将军回来了，将军可有将严送到？现在又在何处？严已顺利送到燕国了，赵将军此刻正在殿前复命，他托人传话说稍后要亲临府上感谢郡主呢。太好了，你也是大功臣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。滚的公主，这是我给长生带的药，拿去给他服了吧。好，这边。我还是去大厅等他吧，你先拿去。是。赵将军，您稍等，我去通禀一下郡主。使臣大人。赵将军。听说之前是您帮郡主出谋划策，想出了用冰华运盐的方法，赵某特来感激。哎，郡主呢？郡主抱恙在身，恐怕。将军来了。郡主，来，快坐。听闻郡主抱恙，可服过药了？谢谢将军关心，吃了叶安的药，已经好了很多。那就好。郡主拔刀相助，在下实在无以为报。只怕再说下去，将军要以身相许了。郡主对赵某有再生之德，如若郡主不嫌弃，赵某愿意娶郡主。赵怀璧，广德，郡主，将军还是去追广德吧。好。公主。赵怀璧，你刚刚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吗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不许。我知道因为我耽误了你运盐，但是我也是无心的，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了给你做鱼酥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你不要娶长生，你娶我好不好？公主，我并非因为此事。那就是因为他帮了你，是不是？我也很感激他，但是你不用非要娶他呀。这样，我去跟父皇说，让长生不去和亲了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公主，我真的不能娶你。赵怀璧，为什么呀？公主殿下，天色已晚，您还是早些回宫休息吧。你究竟为什么要去长生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哎，赵将军想要娶我，并不是因为我。那又是因为什么？我朝里驸马不得为官，他在意的是这一点。起初意乱情迷，一时忘记，如今想起来了，便只能狠心断情了。看来赵将军爱美人更爱沙场啊。那叶安呢？如果异地而处，你会怎么选择？郡主，我到处找你呢，你怎么先过来了？这是广德公主刚刚送来的药，都是宫中的药，郡主试试。不用了，我吃叶安开的药就好。那我去收起来。怎么，还怕他下毒啊？广德不是这样的人。看来郡主自然是不想把赵将军的想法告诉广德了。自然，如若说了，广德势必在宫中大闹，国君难免会怀疑赵将军在用欲擒故纵的手段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怎么还是在考虑别人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巧立名目，为自己的自私找说辞？你是怎样的人，我怎会不是呢？
你们在干什么？郡主，这是大汤的玩法，冬日里鸟儿外出找粮食，在地里撒一把谷子就能蛰到它们了。哎，扎到了，扎到了，扎到！姐，啊，把它放了吧。这种鸟气性大，失了自由，关在笼子里，过不了夜的。好吧。让我看没看？怎么，郡主不喜欢？他在你们眼里不过是一时玩物，何必因为一时兴趣毁人前程呢？郡主言重了，现在这寒冬之际，他们在外面寻找不到食物，也找不到庇护之所，依旧是要被冻死的。所以这笼中并非不是一个好去处。佛心自观，众生平等，他若饿了自然有觅食的法子，若冷了自然有想要的去处，这可不是旁人可以帮着做决定的。也许叶安觉得笼子里是庇护所，但我却觉得那里是催命司。郡主，赵将军送来口信，说答应您的事情一定不会食言。嗯。大人，咱们归期已定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怎么，你是很着急回大汤是吧？当然，当然不是。是去是留，全凭大人做主。我会跟国君说，我们七日之后启程。是，那卑职先告退了。去。也许易安觉得笼子里是庇护所，但我却觉得那里是催命司。大人，咱们这次来扶余的目的包括何进，看中谁取回去就好，不必犹豫。卑职告退。长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来找了你好多次，你都不见我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之前是忙，木岩树林出现了些状况，加上我又生病了，所以病了？怎么最近大家都流行生病吗？大家？嗯，还有谁？广德啊，赵将军拒婚，广德因此大病了一场呢。长生，你别想那么多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赵将军要娶你，你的机会来了。机会？公主，吃些东西吧。不吃，拿走。不吃的话怎么跟我争赵将军啊？刘长生，你故意气我是不是？给我吧。刘长生，你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气大伤身，公主还是留些力气好好养病吧。摸哭耗子假慈悲，你别以为你之前救了赵怀璧他就会感激喜欢你。猫鼠天敌未免太过了，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是感激而不是真的动心了？赵怀璧喜欢的是我。喜欢你？喜欢你什么？喜欢你胡搅蛮缠不讲理，还是不分场合妨碍正事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可是我就是太喜欢他了，我离不开他，平时半刻也不想跟他分开。你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和牺牲，是一心想让他幸福和快乐。你看，你也知道喜欢是成全而不是占有。你在绕我对不对？你就是想让我把赵怀璧让给你，
我才不让呢。赵怀璧不是一个物件，他有选择的权利。这碗汤我看你还是不要喝了吧，就这么病死，少了一个选择，他就只能是我的了。做梦，我绝不如你所愿，我要赶快好起来。来人，我要吃东西，我要康复。好的，我这就让厨房去准备。男子怎么会喜欢吃糖？你别误会，我不喜欢吃糖，我只是享受做糖的过程。老板，来一包。哎，好嘞。来，拿好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自己选吧。还没休息啊？是啊，郡主不也是刚回来吗？你不是在等我吧？我买了这个，要不要一起尝尝？好啊。不是你的，哼。见过广德了？嗯，他很不开心。那你不是应该很开心？当然，我看未必。你没那么了解我。小柯陪伴我多年，如果是我离开他的话，想必他也会伤心。你和广德也是如此。你拿广德跟鸭子比啊？佛心自观，众生平等。他这次是动了真情了。要放弃了？跟我回去和亲。我哪会那么容易放弃啊。来，你会做何选择？下雪了，算了，交给上天来决定吧。小柯。心跳轰鸣，全世界突然安静。我把心事偷偷藏匿。想看难舍难辨。